电源中，触电警报！触电警报！幸好地球人已经有漏电保护的插座了，否则我就危险了。没有过载保护装置。哎，不保险的延长线真是太危险了，看我的！这种电流太大，就自动切断电源的插座比较安全。善用安全插座，防范电器火灾。